间里面点灯，做个烟供，那个药供，那在里面晚上可忙了，到天亮了都是急诊处。啊，心最重要了，啊，心。所以我们在台湾现在设计那种还乡，大陆也很多吧，可以一天两天，听说还可以点一个月的，啊，那你就点了就在那边就一直一直一直，啊，你已经随时观想，你到哪里，因为我点在那边，我随时念一遍，念两遍。各位最好这辈子拜佛十万拜，点灯十万盏，哪一天要发个愿，10万次烟供。我们以前都发这个愿了，10万上供，10万下施，10万放生，10万点灯。现在10万不够了，已经变成100万了。啊，不断的在累积这个功德，那希望这个功德透过一杯水，透过点一支香，都融入在这里面。那你这样可以广结善缘。所以我想各位现在变成一根蜡烛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这个身体点燃了菩提心，那这根蜡烛走到哪里，那边就放光了。啊，让自己无我，只让自己去利益众生。第四，得诸佛菩萨，因为你的慈悲，佛就加持你，即所超见鬼神之护佑。老实说啊，这个鬼神，特别孤魂野鬼，不管他什么宗教，你对他好，就算他不升天，他更护持你。鬼神的力量哦，更厉害，啊，他更执着，因为你对他好，没人对他好，啊。所以他会更想办法帮助你，但是一个重点是不要停，既然要做就不要停，啊，但不要停不是固定那个地方，我讲的是心不停，只要你每天有吃饭，你就记得上供下施一下，啊，只要你愿意点香，这个香的功德也记得念烟供以为布施给他们，啊，乃至你愿意门口多点一支香，这样就可以上供，又可以下施，啊。而且做什么事情啊，你会发觉得鬼神之护佑的人呢、啊，你心想事成，因为这些众生他随时想要感恩你、报答你，你不用求了，啊，鬼有他心通的，他知道你在想什么，啊，那这些可怜的众生，但是我们对他无所求，只是希望他意念你而得到你功德，但是他想尽办法就是想要护持你。啊，第三，消世间灾戾之气，世界各地各种传染病啊、意外灾难啊，所以各位你要做，所以哪里有灾难车祸，我们就到哪里去做施食啊，去超度。第六，消自己的业障，所以你越慈悲越消业障啊，慈悲三昧。第七，增满福德，那每天都要累积福报，啊，施食的福报，佛陀在经典，等一下我们念一下。第八，消灾延寿，现世的福报，施食的人得长寿，啊，得无病，得金钱的利益。第九，居处安乐，更要做。你住在哪里，要在那边做。这一点中国人比较懂，特别广东人、福建人，门口一定要拜拜门口。啊！但是现在有些已经变成，就一个月拜一次、拜两次，最好是天天拜，点点。这一点在马来西亚有保留。马来西亚的华人都会用一个红色的房子，高的代表拜天，低的拜土地公，啊！但是动机还是没那么伟大，因为他只拜土地公，他不拜好兄弟。那台湾人还好，会点一支香，那是属于好兄弟的，啊！那对我们来讲，那什么样上供下施都圆满，所以那个居处住的地方就无灾无难，家庭和谐。第十，道业增进，那我们的这种断烦恼、开发菩提就会越来越圆满。好，第二，烟供有十大利益，烟供里面就有四十啊，你讲。一，帮助鬼道与非人。二，解除怨敌；三，清净恶业；四，健康长寿；五，富贵安乐；六，处所吉祥；七，天龙地起拥护；八，速获功德；九，可满所愿；十，速证佛国。那这个在《法华读诵本》有详细解释，然后
我在讲这个就是很白话，各位一看就知道，但是各位要绝对相信，这样就好了啊。所以，那这些世间的福报、健康、发财、长寿，也就可以圆满成佛的功德啊，天天都做。那现在的社会，你不可能像这样烧了，各位你应该去发展了，做一支香就好了啊。像日本人的这样香，我们华人还加个木头插的香都可以。现在因为这一次来德国，没办法带很多来。如果可以带很多，每个人送各位10包多好啊！我还要谢谢你帮我点香啊，因为走到哪里就点一支烟供香，比较重要的点3支烟供香，就利益众生。那这里面就有烟供，有药供，重点是有个悲心。如果你不会念，至少这3个字来，嗡啊吽。啊，嗡啊吽就转化了，再来叫嗡嘛呢呗咪吽，让他们脱离轮回啊，让他们往生净土啊，嗡啊吽，嗡嘛呢呗咪吽，水也好，米也好，烟供也好，那么都没有，你随便速食店、超市买个面包，折一块，嗡啊吽，嗡嘛呢呗咪吽，有香味的最好啊，有些饼干真的很香，他们一定要做得很香很香，人家才要吃啊。像我去印尼。以后各位最好买印尼的那个厕所除香剂，那个是巧克力味道，啊，一点药味都没有，就是纯粹的巧克力味道，啊，所以到奇怪，我们到印尼机场，为什么这个肚子是巧克力？啊，他们做好的，反正喷出来都是巧克力味道，啊，不会让人觉得是那种香精啊，那种味道。那事实上拿这个来观修也可以啊，啊，因为最主要是那个有巧克力，你就意念出真正的巧克力的。布施给他们，提醒你，就像各位家里摆个念佛机，啊，他在念佛，那你他念佛机念佛并没有功德，但是念佛机你用悲心转开来，让这个心那就变成有力量，重点就是加入你的悲心了，啊，所以每次在听到，那你就加入你的悲心，那这就变成阿弥陀佛在念佛了，悲心就是佛嘛，重点在如此，好。再来119页，按照经典来。一，施诸恶鬼诸利益事。一，诸鬼生善所事。佛说就拔焰口恶鬼陀罗尼经云：受此食已，悉皆饱满。是诸鬼等吸蛇鬼身，生于天上，诸天善神恒来拥护。即为满足檀布施波罗蜜。后面这句话，食物多少无所谓啊。我们汉传佛教传承是7颗米就好了啊。各位早上来做7颗米，一点点水，然后念辨识咒。那重点用悲心，那受到这个食物，他们一定个个饱满，而且不是这块面包3个分，这块面包100个分没有。经典说。你只要在施食了，他们所得到了，通过你的观想慈悲，是整个国家的食物，他一个众生拥有，一点都不用人家分，所以叫悉皆饱满。而且你跟他念辨识咒，他听到这个咒，诸鬼等吸蛇鬼神生于天上，啊，所以辨识咒各位最好会念，不会念至少嗡啊吽，何况各位还会加念后面很多咒语啊，而且一升天。各位，这些天神，因为他在做鬼的时候，是因为你，他现在升天了。请问他生生世世会不会拥护你？一定的。你会觉得你在这个世间做事情，好像都有人帮你安排得很好。这个你会有感应的，所以你就不用怕穷，什么都不用担心。所以有些人跟我说：“啊，师父啊，我没有福报，或是出现个什么？”我说：“没有福报没关系，你天天施舍啊，自然。”不要说五鬼搬财不好听了，啊，天神都拿来供养你，这一点最重要。所以事实上，我在藏传佛教里面，每一个寺庙都跟他们说，你们要天天做啊，小小都没关系，啊，那个食物我来买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们做啊，你们做以后，与其天天去供养，还不如你做好了，有福报再供养就来了，啊，那有了供养，你就可以专心修行了。所以我想，各位，你在家人更要做，在家人要做生意嘛，对不对？要发财，要健康，那更要如此。所以，诸天善神用来拥护，那你满足了波罗蜜的功德，布施波罗蜜。第二段来，
佛说：是恶鬼甘露味道陀罗尼经云，虽是阿罗汉，必知佛现受其报，有现有量，但得五百劫人天果报。善施恶鬼一团之时，世人福德即是菩提，菩提者不可限量，是故福寿不可限量，福报寿命不可限量啊！所以佛在《光明经》里面讲，戒杀放生跟布施食物是长寿无病以及佛的金刚身的因啊，所以这个是最简单的。当然施食要骗一些出供养僧众，所以这里面讲了供养出家人，乃是供养到所有都是阿罗汉，都是圆觉独觉圣者，你受的福报是有限量，但至少五百劫人天福报。所以各位一定要，那我施食就好，不要供养出家人，这样真笨。你还是要供养，因为这个功德回向给恶鬼道啊，啊！所以我教各位写牌位最好这样写，你写一个牌位。那你旁边就把功德写在上面，啊，这个功德就是告诉这个你写牌位的对象，你得到这个功德，而且我又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众生，用你的名字，那这个被你写的冤亲债主高不高兴啊？这就是我的方法，因为我在国外碰到很多事情，我不可能在那边就马上点灯烟供，我马上写，啊，写了以后传给我秘书处，他这个钱他就马上去做了。啊，我点灯1000个，供水几杯，他马上就去买了，去做了，我就拜托，那这样马上就有可能有反应，马上就有感觉。那现在网络很方便啊，马上就替他作业做这个啊，就像现在你去大餐厅点点菜，他们通过网络传在上面，厨房就下菜了，那这样多快呢？啊，所以各位你要利用这些广修功德。啊，而且做到不要每天是写你爸爸、你儿子，今天替墨西哥做，明天替拉丁美洲做，后来替荷兰做，啊，替南美洲，南美洲的原住民被杀了2000多万人，啊，因为他们欧洲人去殖民的时候，那你要想到看到这个故事，马上替他们做，那2000多万人，那我就帮他合起来布施2000块，等于每一个被杀的都得到了，啊。那你要加入这个观想念头去帮助他们，所以以善心布施恶鬼一转之时，所以各位你走到哪里都有食物，都有糖果，然后你可以布施在一个角落树下啊，嗡啊吽骗一些出，他们都得到。我还会加念莲师心咒，因为莲师的愿，你所做的施食啊，一点烟供，它就会变成三界清净刹，三有大悲客，整个六道众生都得到，啊，冲遍无尽时，一阵法心力回向无尽藏，然后呢，让他们呢都进入了佛国净土，骗一切处，那这样所做的这个变成菩提之粮，啊，凡是符合菩提心所做的，所以各位每天都在听我讲，你点1盏灯，还不如用菩提心的人点1盏灯的功德，在家菩萨。忙了100年1万年，不如你出家一天那一天所做的功德，啊！所以各位，今天你做的功德跟昨天一不一样？不一样了，因为你皈依了，你受五戒了，八关斋戒了，沙弥戒了，最好不要舍戒了，太不一样了，啊！功德无量了，你要用最圆满的功德去做每一件事情，各位要有这个大心，好。第二，行于次第。是诸恶鬼饮食及水法云：夫欲施一切恶鬼饮食者，先须发广大心，普请恶鬼。修行以鬼云：先须发起广大慈悲之心，普招恶鬼及一切灵奇天仙。好，所以我们真正的布施，在供养，一定是同做的。啊，铜做的、瓷器做的，要用锡用的，就是不要用铁，这上面有锡。来，净气是，甘露味经云：若诸人天欲施其食者，每日要于斋前时，以最好最胜气钵，或金银器，或铜器、铁器、
鱼食、迁徙或琉璃、玻璃、贝玉等器。若无上者，但得木石、瓦器，使清净者或瓢壶亦得用。施诸恶鬼经云：先出众生时，事须如法，种周种种皆着病须尽好，或一分，或少许，或一气，皆须安清净铜器中如法。如无铜器，白瓷亦得；如无瓷器，可用漆器。好，再来第四，施食得福寿事。就拔焰口经云：若有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常以此密言及四如来名号加持食施鬼，便能具足无量福德，寿命延长，增益色力，善根具足。所以做施食不分在家出家，千万不要被影响。因为有些居士在做，哎呦，师父，我师父叫我不要做嘞，因为我们在家人没资格啊。这个讲法是不对的，因为发心不分在家出家啊，而且在家做反而更发心，他无所求，不用收钱啊。所以在这种情况，各位这末法就是对了变错了，对不对？错的好像说他是对，甚至错的多还讲我们做对的人是错。啊，各位这一点你要相信经典，所以佛经告诉我们，末法时期一切以经典跟戒律为主，不是谁说的啊，经典这么说我们就这么做。所以比丘、比丘尼在家优婆塞、优婆夷经常念这个辨识咒，加上四如来名，那现在变成加了三个叫七如来，都可以加持食物，不施恶鬼，你便能具足各种功德，无量福德，长寿气色、力量、功德力、善根。什么叫善根？不容易起贪嗔痴啊，什么事情都是在无贪嗔痴的状态去圆满。第五，除诸病事。甘露未经云：若人遇大重病及诸鬼病等，当作念咒三气，咒之七遍，于旷野中施诸恶鬼，如是二七日，所遇病痛即得除愈。啊，就是面饭粥。那有些人说不用菜吗？那有一个说法是，如果光这个的话就不用加蔬菜啊，就是面饭粥。那我们又加水又加牛奶，这个牛奶是给小 baby 啊、小牛啊多一个观想，又为他点灯供花，然后念一念以后要拿到黑暗越没人的地方也好，因为人怕鬼，鬼怕人啊，所以如果到旷野处功德更大啊。所以连续如果有人重大病苦呢，是被鬼附身。所以古时候人很简单，就是一碗水加一点饭就可以，我们叫水饭，然后就倒在后面的河边啊，比较没人的地方。所以就算你都不会念咒，重点是你有那个心啊，你相信，那加上你会念，它会变得广大无量。所以辨识咒也叫增广加持咒，它就会增加广，遍一切处。然后这样去做布施14天，最好念七遍，当然平常你念三遍，有时间念七遍，再有时间念21遍最好。然后天天做，我希望各位天天做，你千万不要等到生病才做，代表你没有悲心。菩萨是只要这个世间有人在生病，我就一直为他累积这个功德。话又讲回来，你不就说一天做一次，你可以一天就做完14次啊。所以有一种修法是拿一块饼干嗡啊吽变成无量无边，那么沙瓦当当的上不来上嘛，放下去就一次啊，嗡啊吽那么沙瓦当当的第二次，这样啊。那你要念满10万次最好了啊，你念完10万次一个好处是你只要念一遍就是10万次啊，那你以后所累积的功德就不可思议。所以各位现在话少讲一点，聊天那个都不要讲，多念经，多讲佛法，多持咒，让你的声音都有加持啊，累积这个功德。那你佛有60种梵音，对不对？那佛的功德是这样修行来的啊。所以各位看到不如意的事情不要讲啊，不要抱怨啊，宁可多念咒多念佛，
都背心经，像以前的老和尚都背寄诵，背得很熟。所以我们湛江市的专长背寄诵，你背寄诵，然后就按照意思去跟人家说，也拿来修行，这是非常好。第六，限日，也就是说你去做时间，只要7天之内就可以改变，这叫限日。念一下，限日宿世，甘露未经云，若复有重罪恶业累障，难可除断者，每日咒汝咒以施恶鬼，满足7日，一切罪障悉灭无余。又云，若能正发丈夫之人，日日修行，一日施食，一天下恶鬼皆得食吃，多日施食，10方6趣，一切恶鬼尽得饱满。特别这两段，希望各位广为宣传，因为很多人不知道不知道这么简单的方法，这么慈悲的事情。所以如果碰到有这种重大的罪业、恶业、累世的障碍，一直消不了业障。我经常看到，哎呀，从认识我10年到10年以后还在脚痛，那天天在讲，我说你去做啊，他是每天只讲脚痛不做的。他想要依靠出家人，师父你帮我做，有些事情是你要自己做的，你跟他的恶缘是你要跟他断除的，你不能写个牌位帮别人帮你做，就算你不会念经写牌位，师父在那边忏悔念经是你要跪在那边的，不是我给你钱，然后你去帮我做，如果是属于个人的因缘，你要个人去忏悔。你不可能说你对不起你太太，叫别个男人去跟你太太忏悔嘛？有些事情是可以，有些是你要自己做的。特别各位，你堕胎你不自己忏悔，叫我去，又不是我堕胎。所以很多菩萨说：“师父，我逛老半天堕胎都没超度。”所以我各位给你们下课就要去净莲那边排队。我身上还有多少堕胎啊？多少祖先没超度啊？那些是你要自己做的。那其他的你修功德，去回向啊，那是可以的。但是你自己的要靠你自己，所以你要诚心跟他忏悔。老实说，各位，你身上冤亲债主没超度，你会脾气怪怪的，你会突然发脾气爱骂人，那都是你的身上的冤亲债主在生气。只是别人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讨厌爱骂人，因为他身上胎儿没超度，那胎儿就是爱骂人的。他身上那个冤亲债主火气很大，是高血压的，那你忏悔跟他超度，那你个性就变了，这样的意思，不然你就会被他影响，因为他已经在影响你了。所以这一点，那各位，这是最快的方法，汝咒，因为那些恶鬼道很喜欢加水的东西，因为他们干嘛，所以稀饭是最好，而且加牛奶，然后念辨识咒。7遍，拿去荒郊野外布施，或直接倒在河里面都可以，用各种方法，所以各位一定要去做，所以我很喜欢在海外办，这是德国又福报来了，这有人在这边做了嘛，所以我知道我们这次里面有很多越南的菩萨，越南不知道有没有在施食，也不知道，如果有最好，越南放焰口很厉害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就变成出家人做，在家人没做，好可惜。泰国人好处，出家人不做，在家人天天做。泰国出家人他认为这个是解脱道了，这不要跟鬼在一起。好在泰国人是受了以前的佛教影响，有泰国以前的佛教是密宗加婆罗门教合在一起，所以这个施食还在，所以他们每天要在门口拜一下，拜一下，所以。每天都要施食，那各位呢？稀饭最容易了啊！翻过来又云，若能你知道这个道理，好，我要天天利益众生，因为众生需要我，正发丈夫之人，日日修行，一天施食。什么叫一天下？你站在屋顶，看到最远最远的地方叫一天下。一个人做一天下都得到了，那你天天做，那不得了了。所以多日施食，10方6道，一切恶鬼尽得饱满。那对我们来讲，只是修一个悲心吧，对六道众生，
而且各位又知道上供下施了，我点一支香，诸佛也供养，天神也供养，六道都供养了。好，观法。甘露未经云：行者先请十方佛及诸大地菩萨、金刚、天龙、鬼神仪，细心不乱，向六趣众生种种苦恼，如上所说，即见此矣。悲泣甚彻，欲救护，复想己身成宝花台，飞到其所，调身按摩，流泪如雨，欲灭其火，背负悲梗，痛彻骨髓。若心不相应者，当想一切恶鬼，如己所爱父母妻子。每次都要这样观想诸佛菩萨降临，接受我们的供养。更重要了，想六趣众生种种苦恼，这一点我希望各位加强，这个慈悲观太重要了。而且你要想到心很痛，掉眼泪啊！你一个人如果修悲心，不会感动，不会掉眼泪的，可能你们真是没悲心，然后你只有嗔恨心多于悲心了啊，烦恼心多于悲心。那这一点各位要经常观想到自己很感动，特别 Om Mani Padme Hum， 讲的就是六趣众生的痛苦啊，用大悲心去帮助他们，要这样观想。那一开始你没办法很快观想，但是各位一定要练习，你要发愿观想108遍，一有空不要聊天，不要打瞌睡，就观想上供下施，上供的虔诚，下施的悲心啊。然后观想久了以后，你就很快就可以观想，很快就可以观想。所以像我很喜欢观想，特别在坐飞机，我不喜欢打瞌睡，一直观想我在飞机上这么高，然后观想自己融入到第一二轨道啊，所有的功德都带到，而且动物道每一种动物都要跟它结缘啊，每一种人类跟它结缘。所以各位，你认识过白人、黑人、德国人，你稍微了解他，然后你就知道，特别犹太人啊，各种的民族，你都要跟他有结过缘，然后你就观想最容易的，因为他们各有各的快乐跟痛苦。所以然后观想完以后，自己坐在莲花啊，但是自己充满悲心想要帮助他，但是因为佛力加持你，因为你特别是菩提心呢、你观想自己变成观音菩萨、地藏王菩萨坐在莲花上，然后你要去救对方啊，他身上被火在烧啊，在流血啊，所以调身按摩，哎呀，很可怜的，想要消除他身上，特别恶鬼道大部分都有火在烧他，恶鬼道只要一动就会冒火，一动就会冒火，一走那关节就会喷火，一肚子饿一口渴嘴巴就吐火。所以你看到他们会觉得现在有网络啊，做成动画，然后可以让别人感受到恶鬼的苦啊，所以欲灭其火，背负悲梗，哎呀更难过，所以痛到我们心里面。那如果你没办法观想到这样，那你要观想那个人就是你的妈妈啊，你最爱的儿子，然后你心里会很感动，这样去做观。而弥勒即是甘露未经云：是持咒者于弥勒佛前，若不得受决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，于此贤劫次第成佛者，我则堕于其狂众生，成道以来所说经法亦无是处。所以念辨识咒又加上死死的保证成佛，这佛亲口说了啊。所以而且你一定会参加龙华三会，那弥勒佛成佛了还会授记你，将来你在什么时候成佛，你只要会念这个辨识咒，再念是那么萨瓦但他也都忘了自己哄三本来三本来哄，有时候没有食物你就手拿这样观想上面是食物啊，这只手是无量威德自在光明如来的手印啊，三本来三本来就是话很多啊，但是各位他们会打手印的很手很漂亮啊，你们要学啊啊，然后怎么样，但这是我发现每一个传承打的有点不一样，但是无论如何你有个信心啊，所以你念这个咒就算没有食物，对方的饥渴喷火就没有了，就没有了，再加上食物又可以跟他结缘，所以会念辨识咒去利益众生呢，一定成佛。
所以于此衔接次第成佛，衔接前佛以后，你继续成，一定成佛。如果你不成佛，释迦牟尼佛说，我则堕于七狂众生。佛陀说，你慈悲心去念辨识咒利益众生，不成佛的，佛陀说他等于在欺骗。那告诉我们，佛陀成道以来说。